欸、我这个得过这个是个金马奖啦，我召见他的时候啦，哦是是，有一次我记得我问他啦，哎这个陆小姐啊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看你哪一个片子吗？哎呦，那个李总统，你有看我的片子哦？对啊，你这么忙，有看电影吗？对啊，那个我拍的片这么多，你最喜欢看哪一部呢？这个陆小姐就这样说啦，我猜是看海的日子啦。结果李总统听了就说了，答对了，看海的日子啦。看海的日子。这个片子我看了两遍啦，一次看一遍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看了两遍啦，一次看一遍啦。哎呦，看海的日子，看海的日子。对啊，还一次看一遍啦、欸。所以之后啦，我是看海大学毕业的。我们所谓的这种啊，台湾牛啦。我们说台湾牛有这种所谓打拼的这个精神，乃至于我们所有的啊，我们的这个国人啊，我相信都能够为台湾来打拼，包括我跟宋主席啊，相信也都能够为共同的为2300万的同胞啊来打拼。哎，谢谢。台湾牛的精神，台湾牛的精神啊、哦！对对，以前宋先生在做省长的时候，是勤政爱民嘛，是，他就有这么一段，属于家台湾米，令台湾最大汉，一波一卡人，是实实在在做代志，辛辛苦苦的做人，啊，就是讲做一个省长，会使转型。变套套，嘛会使去找好朋友，哎，转性，哎，加套套，但是就未使去讲混套套。